这消息来自山区的消息，夏日来临，嘉义游山秀景，会当前往夏日秘境嘉义草山来看听台湾野蝉。这是伫五月到七月之间，才有的稀有保育类动物，珍贵又搁难得。啊，阮这个所在叫做水沟洞，啊，一定野蝉会发生的所在，一定爱有梭罗木。梭罗木嘛是咱台湾特有种，台湾梭罗。啊，梭罗木开花的时阵，足水的白色。这像这梭罗木啊吼，伊个我自细汉，我才有五十几岁啊。这自细汉的时阵就拢食种啊。这自足早以前就拢有这个物件，所以阮细汉的时阵问爸爸妈妈背起这足水的蝉是啥货，伊拢计是野蝉安尼。它个叫声来特别响吼。哦，看咧单田做有力。因为咱这蝉啊，是咱目前台湾找到上界大只的蝉，伊是伫十五公分以上的，差不多伫十五公分左右的蝉，所以是台湾上界大只的蝉，所以伊的叫声特别大声。夏日来临，介意游山赏景的朋友，会用咧前往夏日秘境嘉义草山，看听台湾野蝉。台湾野蝉会较接听呈现青色的狐狸面，又搁称为青蝉，也是狐狸蝉，是台湾特有种，也是公告为稀有保育类动物。蝉啊吼，伊真侪特色，伊有叫做青头蝉，啊嘛有叫做狐狸蝉。伊的背部有一只青色的部分，那像只狐狸，所以真特别。啊，伊嘛真大只，飞起就像鸭安尼。阮细汉来讲，是大人甲阮解说，就是算叫做野蝉。啊，学名来讲有无？老爷爷。啊，咱一般的蝉，野蝉。五月到七月之间，讲野蝉为着求得繁殖，就由我伫一个短短的几工中，大声鸣叫，主要是要求得母蝉的交配。蝉卵在草山生长。梭罗木，因为野蝉就是伫附在梭罗木，吸着梭罗木树枝来生长。咱野蝉要发生啊吼，一定爱有台湾梭罗木，啊若无台湾梭罗木，绝对无台湾野蝉。伊食梭罗木的树枝，啊伊树枝食了后，伊生卵，伊的输卵管也注意树仔皮，梭罗木的树仔皮，注意了后，甲生卵里底了，伊出个囝。盖然后捞去涂骹来，啊，甲白这个附近有梭罗木的树根的所在，伫遐蜕变的呢。草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刘黄基表示，草山社区形成在日治时代，政府来此造林，由海口请先民进山来开垦，带着妈祖前来庇佑平安。目前草山调停中，也为社区的信用中心。虽然要做林，不过要有喷草工，啊，这工人有欠缺，吼，啊，所以会伫海口迄方面甲引进入来。啊，当然啦，你也伫海边，啊，行来到我这山顶吼是，千山万水啦，吼，啊，行真久才会到位。啊，那到你家吼，啊，这心灵上吼也会空虚，也嘛会惊啦。啊，所以吼，啊，就甲请一尊咱的妈祖娘娘来，才甲因做一个心灵的吼委托，啊嘛一个讲希望那保庇平安，吼，啊，结果伫这草完工了后吼。啊，咱因个工人吼，有想要将神明请返去因海口，啊，结果经过清洗吼，好神明请袂叮当啦，讲唔返去，啊，所以从一直居住到一届啦吼，啊，当然草创时期就是一大滴个厝好大，吼，啊，过来经过一段时间有甲翻修伫三四，伫六七十，哎，对啦，阮草山社区吼，其实是道路，因为啊道路不方便嘛，所以咱有咧讲是比较封闭社区啦。哦，因为阮有真济吼，啊，北来朋友，也是甚至台中的社区大学在在广播，伊拢讲希望会当看在台十八阿里山下列客车，下列就是讲大巴甲中巴快上去啦。啊，其实阮这边是有道路的限制吼，所以交通这边讲管制会当起来吼。啊，阮那嘛是讲希望讲吼，因为毕竟阮是一个民办地社区啦，阮嘛希望透过观光，吼，啊来发展阮社区吼，来讲吼是社区的没落。最重点就是讲基础建设，就是咱的道路设施啦吼。咱希望讲广州这边啦，或者是讲咱中央吼，会当把咱的道路吼设施。